大家好，欢迎收看新一期的视频。平静的生活往往需要来点刺激作为佐料搭配。就拿我们居住的房子来说，如果突然有一天从梦中醒来，发现自己竟然睡在了悬崖上，那可真是又刺激又酸爽了。然而悬崖上的房子在这个世界上是真的存在的，今天小编就带大家了解下。在秘鲁风光秀丽的神圣谷中，有这样一个酒店，堪称世界上最惊险刺激的酒店。它总共是由三个胶囊状的房间构成，胶囊被安置牢牢固定在120米高的悬崖峭壁上。由于整个胶囊都是用玻璃围成的，仅有十几条钢条作为支撑，所以在房间里可以360度无死角地欣赏到悬崖下面的美丽风光。然而要想进入房间，必须得有一定的身体素质，因为是建在悬崖上的，所以没有电梯和楼梯可供攀登。要想上去，只能通过岩壁攀爬上去。120米的高度可是相当不容易的，很多人往往爬到一半就爬不动了，也有人会选择乘坐滑索从山的一边溜到另一边。不过这样一来似乎就少了许多乐趣。虽然酒店看上去十分简陋，甚至连基本的设施也都不够完善，里面只有一张双人床，价格也是高达200英镑，约合2000人民币。尽管这样，也还是有许多慕名而来的情侣选择在里面住一晚体验刺激。不过话说回来，体验这样的酒店或许一辈子也就这么一次吧，小伙伴们有没有想去体验的呢？好了，今天就和大家介绍到这里，下一期会带大家去看更有意思的地方，欢迎大家点赞评论，喜欢我就请点击视频右下角的关注哦。